星光大道决赛季即将开赛，经过一年的比拼，十二位月冠军齐聚北京，争夺年度总冠军。也许前方的路会有曲折，但未来可期，做最好的自己。我会开车，爱唱歌，哪里都是我的舞台。我要用歌声展示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蒙古现代流行文化。我很平凡，但我很幸福。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我告诉自己，既要仰望天空，也要脚踏实地。我将用尽全力在舞台上证明自己，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强大。我坚信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希望未来我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凭着爱活出希望。蛋糕能让我快乐。不管结果如何，我一定会努力到最后，让梦想照进现实。我们今年的赛制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有一些残酷，就是捉对厮杀。今年年分赛的第一场，12组选手要2组队，6组选手当中有6个人晋级，6个人进入待定。面前大家请看，有12个花盆，下面都有标号，一个大一和一个小一。抽到2个相同数字的2人为1组，字数比较大的先唱，其次后唱。比如说什么林君啊、才白啊，然后就张宏宇啊，就那日莎呀、啊，然后就是他们，我就觉得我要是去了的话，我就会灭成渣渣。是几都可以，只要是我就行。努力唱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谁先？我先。我先。首山大首山大先来吧。是有先。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12人里边，可能唱歌我是最弱的。所以说我第一个站出来就是说我说我先来，其实我选的谁也没关系，我只是说把一个真实的我呈现给大家。谁愿意下一个就来走吧。毫不犹豫。对，先不要给别人看，你在自己手心里。你这是要给聂师凑对吗？不是一组吧？那不一定啊。接下来挡住下面，我就选这个。好嘞，你们自己偷着摸着先看一眼。一号一号是我们当圆圆的人最不愿意抽到的，终于能够碰到一个特别强的对手，加油！好了，小二，请站起来。小二，小谁？我是大二，来亮一下。大号3先别站啊，小号的3，请起立。谁？啊，对，就是你啊，就是你。你希望跟谁对阵？我没有希望跟谁，我只是不希望跟谁。你不希望跟林君哥？我会照顾你的吧。无论是跟谁 PK， 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大号3，站起来吧。不是，林君，真的大号3，站起来吧。我。不是。究竟是谁？亚亚大号3究竟是谁？哇！谢谢。我哭，那你不是我自己不想跟好好
方。他选了左边那个，我选的是右边那个，但是照常理来说，不可能两个号挨在一起的话会放在同一个柱子上。公布结果的时候，竟然我是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很诧异，很惊讶。聂师眼泪都要下来。他不想碰见我，来，他换一下。你就感觉好像是两姐妹，你突然两个人碰在一起，你要跟他PK 的那种感觉，一争高下那种感觉，我其实不太想。要放句狠话吗？还是我们就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对得起我为这个比赛准备的一切和付出，我觉得就够了。嗯。小号四。林金怎么算失落？蛋糕姐是你吗？不是。彩白。哇！耶！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小号五到。哇！你说咱俩确定可有什么用？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压力，相对于其他选手来讲，对我的威胁可能会相对于小一些。谁谁吧，加油！加油加油！一起加油吧！所以剩下的是蛋糕姐和守山大叔。那我们年分赛第一场比赛的出场顺序，对阵的选手已经全部落定了。各位，那我们。年分赛第一场再见。好。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谢谢史丹利。亲爱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拉开星光大道2021年度的决赛季的序幕。是。台上站着的12位选手是我们12位月冠军，他们已经完成了抽签环节，形成了两两对阵的阵容组合。也就是说，今天两两对阵的最终结局会是12组选手6组晋级，6组淘汰不了。淘汰不了，进入待定席，在下一场要接受星光大道挑战者的挑战。如果挑战成功，抱歉，即便你们是月冠军，也要离开决赛季的舞台了。怎么样？我看看现在谁的眼神里有冠军的目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杀气，现在没看出来。太温柔了，温柔。其实今天第一组出场的就会带给大家惊喜，而且面对的是我们全场的观众以及8大乐团的各位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代表王小金，中国煤矿文工团代表李娜，中国铁路文工团代表高文志，
中国歌剧舞剧院代表高音，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代表赵大地，中央民族歌舞团代表董学海，中国交响乐团代表廖燕如，中国广播艺术团代表朱砂。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各位。从决赛季的第一场开始，各大院团已经在关注各位的表现了。当然还有在座的我们可爱的嘉宾朋友们，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姚红老师，欢迎姚红老师。音乐家舒楠老师，欢迎。我们亲爱的音乐人黄国伦老师，欢迎。这三位在专业水准上将为大家做一一的评判。当然我和迅宝的手中也有关键一票，因为和你们一起走来，对你们的笑和泪了如指掌，所以请允许我们也对你们的去留做一决定，好吗？如有不周之处请多多包涵，吴岱恨一辈子的。好的，第一组选手请到台中。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来自内蒙古的纳日莎，加油加油。全场第一个唱一定是很有压力的。绵绵的青山，那里长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啊，因为生气像屏障。要为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啊，白云片片天苍苍，要为好美啊，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啊，浪在岗上等红妆，要为一个有情郎，要为我站在高岗上远瞩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你站在高岗上向下望，是谁叫纳日莎，我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纳日莎在蒙古语里边的意思是松树的意思，一般我们蒙古族男孩比较多。
我妈可能让我像男孩一样保护自己吧，结果真的像男孩一样高大壮，挺棒的，你很有气势，跟你的歌声是一样的。谢谢老师。第一个唱是什么感觉？抽完签到现在，脑海里边就这一一一这个字，一一一不断的出现。你出现了一一一一，是不是表示你要拿第一啊？不是。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唱有最好的一点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了。对啊。但最后一个唱的人，今天要看完所有选手的表现。是。其实第一个也是最难的，因为他如果把水平提得很高的话，后边的选手怎么办？真的。咋办呀？我都。哎，纳日莎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姑娘，不仅是蒙古族的歌曲唱得好，各国的歌曲都唱得好。哦，我了解。要不要听？要。谢谢，非常标准啊！好听好听。黄国伦老师这个卷舌音，其实俄语最难发。我太厉害了，我是苦练的，我不是天生会的。这基本上是被寇乃馨打会的，估计是。我都不敢让你再唱了，再让你唱我就觉得是偏心了，但是真的是听不过。我认为你再唱下去后面的人就不出来了。我看完他们想收拾包走了。谢谢，再次掌声送给纳尔莎。谢谢纳尔莎。再次请各位观众牢牢地记住他的表演，因为稍后你们还要给他打分，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我的对手也很强，其实内心当中憋了一股劲儿。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走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他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走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灿烂地绽放着月光。荒唐，火辣太大了是吧？年少不轻狂，天高云叫张宏宇，现在的工作是一名俄语翻译。你教教我们俄语好不好？可以教大家数数。数数很简单。快说的话，就其实还很难。Раз, два, три, четыре, пять, шесть, семь, восемь, девять, девять, один, двенадцать, тринадцать, четырнадцать, пять, шесть, семь, восемь, девять, десять, одиннадцать.
他刚才数的是自己前女友的名字。其实我俄语说呢并不是特别的好，正常沟通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来和你进行一段交流，来，掌声。我走了。我走了。其实你跟纳日莎一样，都会俄语，但是完全是太不同的两种风格，怎么判断啊？我觉得纳日莎是在吟咏咏叹，对，你是在玩耍。对，那这样我们把纳日莎请回来吧。请问你们俩抽完签之后彼此有交流吗？肯定有交流，因为私下的时候呢，这个我跟纳日莎姐姐关系也特别的好，而且她私下的时候特别照顾我们。那好吧，各位现场的观众，各位院团老师，现在请拿起你们的表决器，做出你们的决定。选择纳日莎就选一号，如果喜欢张宏宇就摁二号。各位请投票。纳日莎的票数是69，张宏宇41票。你们知道我们五位每人手中有10票吗？知道。黄国伦老师，从你开始投吧。我们要选出一个冠军来哈，其实唱功很重要了。张宏宇，我感觉你唱歌游刃有余，我还觉得你还有很多可能性。你还很年轻，你唱歌很有范，对音乐很有自己的见解。纳日莎，你唱歌叫做石破天惊，很有 power， 到气场很强。今天有一个小问题，我直接说，你唱的硬的地方太硬，软的地方太软，所以我这一票我要投给。张宏宇，舒楠老师，这个我跟黄国伦老师的意见是相左的。首先呢，我不同意黄国老师那么评价咱们的纳日莎哈，你的柔和强对比如此强烈，动态很大，这感觉特别好啊。宏宇啊，你的声音也是非常好。那么专业层来说，我这一票。纳尔莎，纳尔莎十票，现在两位的差距依然不变。我觉得纳尔莎的歌声非常非常的职业啊，非常非常的有魅力。我觉得宏宇呢，代表着现在当今年轻人的一种朝气蓬勃的样子，青年就是未来的希望。啊，宏宇，谢谢老师。他们俩都是我的心头之爱，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宏宇的歌声点燃了我，所以我要投张宏宇。哇，接近了哎！8票，你要投了纳日莎，张宏宇离开；你要投了张宏宇，纳日莎走人。我走人。谁都不能走是吧？决定交到了小尼的手上。好紧张哦。今天一开始你们抽到一组的时候，我和朱迅我们都非常的崩溃，但是你们俩之间的强强对决会让我们的年分赛更加的刺激好看。我现在不是淘汰人，而是选出一个人去进击，去拼争，在下一场突出重围，所以我这10票投给纳尔莎。张宏宇加油。当我看到小尼哥把票投给纳日莎以后，我反而觉得小尼哥非常肯定我，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我比较扛打，能够扛得住后面那么优秀的挑战者的挑战。超棒！从
抽签到现在，我真的现在非常非常的轻松，只有轻松。现在刚好也不用比第二场了，我少唱一首歌。一起有请下一位。这次呢，我的作品呢准备的也挺充分的，憋了好久了，我就觉得一直等着这个年分赛。大家好，我叫臭徐飞，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徐飞，这首歌曲我记得是你在粤赛当中演唱过这首歌。对，今天联赛再次唱响，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人多了。今天这舞蹈太出彩了。对，最后那回眸那一下，哇，惊艳。因为我是舞蹈出身嘛，然后后来是学习的模特。刚才几位老师都在猜，说这小伙子真高，有多高？193。1米93是个什么概念呢？国伦老师，麻烦您方便。我不要。谢谢精彩表演，谢谢。谢谢。来吧，一起有请下一位。学飞就在我心中能力算偏上的，我抽到他吧，是一种挑战的感觉。千年，有他就得到了永远。
也谢谢现场的朋友们，平安老师辛苦了。我是文涵，很高兴来到了咱们演赛的舞台上。我来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今天呢，我带着歌声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你们。一开始穿这样的衣服，我还以为你是个民族声乐，但是呢，中间行腔的时候，你还有通俗歌的这个气质，所以这首作品，我觉得你驾驭的还是非常完美的。谢谢老师。好，掌声再次有请赵学飞。要不就别为难我们，你们俩就原地组合吧。来吧，各位观众，各位院团的朋友，投票通道已开启，请投票。学飞们好。哇！你看，观众学飞肯定高。哇，学飞71票，文涵39票，这有点悬殊。哇，这是蛮悬殊的。我觉得小哥哥可能会比较有观众缘。我觉得我们俩的这个票数差距可能是现场的女孩比较多吧。对，文涵现在行住，这还有50票呢啊，来吧，从国伦老师。因为我先来，对不对？都可以。我觉得我喜欢先来，因为我喜欢让小尼做坏人。别别别！好，来，简单讲，今天学飞你真的不错，你综合分数很高，但是你 rap 的地方不够稳，不够准。文涵，你今天唱歌让我们很享受，可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拍子很不稳。你要苦练你的律动跟拍子，你就会非常的优秀。所以我的答案是，学飞，恭喜。哇，抱歉。哇，抱歉，各位老师，我们接下来投票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剩下40票，就算我们四位全部投给李文涵都不够，他都超不过学飞。所以虽然您是第一个投的，但您依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就不用投了。哎，我不是故意的，我可以重投吗？不用不用。恭喜赵学飞晋级。我们都省得投票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结果，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学飞最拿手的是舞蹈，而文涵最拿手的是歌唱，把你留给下一轮，我觉得你在我心里更有底，歌唱你是专业。文涵加油。当我赢李文涵那一刻，我当时确实是一下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文涵因为唱的也特别好，我觉得他一定会再回来的。我觉得我今天第一轮想呈现的是我一个跨界的状态，就可能目前这个跨界的效果可能不是我最强项的东西，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就是还得吸取经验，拿出自己最强的东西。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我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养花种菜就用史丹利园艺肥，搜索史丹利园艺旗舰店即刻购买。有请下一位。加油加油。喂，加油。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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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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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都不想遇到的人。跟芳芳相处下来，我觉得他就真的就是一个很好而且很真诚的一个朋友，就感觉好像是两姐妹，你突然一争高下那种。我其实不太想。这个我一定是会拼尽全力去做的，这个是我自己一直渴望的一个舞台。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灼，像是不愿醒的错，或前世流转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一样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是有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他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这舞台太美了，真的。女明星，真的，女明星。大家好，我叫聂诗，我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就我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刑警，然后虽然他们两个爱着爱着就散了，但是这个也不妨碍我跟我的双胞胎妹妹相爱相杀。长得一样吗？啊，哎呦，长得那简直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对。我好想看到他妹妹呀、啊！好想看哦！先投票，有请妹妹。来来来来，对，这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不是罗鹏天。天哪！真的是好复杂的一对双胞胎，你看他们的脸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整体是不同的两个人。我看到我们的黄老师已经戴上眼镜在看了。不要再做节目效果，找你真正的妹妹上来吧。真的就是他亲妹妹。关键是他们俩不仅外形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他们俩连声音都不一样，一个柔情似水，一个是刚烈如虎。其实我也可以这样说话。哎呀妈！妹妹啊，我问你，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么的啊，那么飒？啊，我应该是跟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商量好了，这样比较好区分一点。哦，好可爱啊。妹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也是歌手，就是、哦、对，驻唱的歌手。哎，你们合唱好不好？合唱必须可以唱。太好了，太好了。哇，太棒了。小小的感动一分分，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为戏入迷，我也一路跟。哇，好棒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我不知道妹妹看了会作何感想，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有一些像的。来吧，有请下一位。我不想是因为以这样的方式去跟他
正面的去 PK， 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我是芳芳，我来自哪里呢？我要介绍一下了，飞天的故乡，航天的摇篮，甘肃酒泉。对，所以今天芳芳其实是为了家乡来代言的。各位老师请看一下，觉得他像谁？他像谁呀？好好想一想啊。我知道了，聂诗的妹妹。哦，他长得像一个香港的明星。对对，袁咏仪，对不对？袁咏仪，这都被你猜到，真的。因为很熟啊。所有人见了我第一秒，你长得很像那个袁咏仪，对，是不是很像？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来，这边是袁咏仪吧？天哪，几乎一致，几乎一致，对，太像了。看来那种情绪你已经调整过来了。是的，是的。抽签结束之后，他跟聂诗一组，然后这俩姑娘都哭了。为什么？可能这两个姑娘是平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的，玩得最开心的。对对，做了我们最好的自己，我们享受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芳芳，我要告诉你，那时刻终究会到来，那就是现在。有请聂诗。各位观众，投票通道现在开启。各位请投票。我们这边有50票，如果全投给聂诗，还有翻盘的机会。只要有一位不投聂诗，晋级的就是芳芳。来，我不卖关子，我就是喜欢聂诗。谢谢迅姐，因为我在他的音乐里听到了画面，你是剧中人，我就走进了你的故事里，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我心中的聂诗。谢谢迅姐。聂诗，你有3个值，你有颜值，你有音质，可是最棒是你还有气质。谢谢老师。所以这3值来唱这首歌《滚滚红尘》真好听，但你唱歌有缺点，你要把声音再放出来一点，不要含在嘴里。那芳芳，我告诉你，我好喜欢你的创意，但是很多歌不能随便改，改编要合理，要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是最好的改编。好的，好的。所以这一票，我投给聂诗。谢谢老师。好，慢慢追上来了，姚红老师。
我的选择是，哎，我很重要吗？现在每一票都很重要。哎呀，聂师，哎呦，让我来选择的话呢，既然这是市场需要的，也是观众想看的，那就让他多演一场吧，聂师。哦，哇，小妮，你的反转太强了，意思就是说让芳芳再去比一场。好了，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舒楠老师手中拿的这张票。啊，舒楠老师，现在他们之间就差八票，您投给谁，谁就进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哎，我可以把他另外一个牌子收走吗？抢掉！天哪，我都好紧张。舒楠老师今天要做一个终结者。抱歉，芳芳。谢谢老师。恭喜。好吧，恭喜芳芳，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松口气，好好准备下一轮吧。谢谢，来两位，谢谢。我觉得对于今天的结果也是我意料当中的事情。那昨天抽签抽到芳芳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准备我第二轮的歌的歌词了。我是唱片制作人的话，我会喜欢聂师这样的歌手，气质很出众，这一点比较难。希望他能够在复活赛能够。女明星，哎呦，哎，你们俩都太不容易了。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值得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也并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开心的那种状态，也没有。聂师，我在第三场等你来，相信你自己，加油。有请下一位。拜拜，放松啊。十一个月冠军里面最认识我对手那个林俊哥哥。不会因为我们俩关系好心软客气那种。是一棵树，你永远
不会哭。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我是一名藏族小伙。阿刁是什么意思？阿刁。阿刁是奶奶。不是。妈妈。不是。阿刁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啊，嗨。阿刁，阿刁。为什么一直选这首歌？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是你心里有一个阿刁吗？有老师。你的姑娘、啊，你的姑娘不会就叫阿刁吧？不会叫阿刁，叫。叫什么？不好意思。现在台白，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忘记我们的存在。对，现在你想象你的那个姑娘在你的眼前，是你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能给我们唱首歌吗？好，老师可以来吧。来，我的城里两个站和音乐唱些的心情，我的母音乐咱们不能够多哭眼泪，一泪怕一泪就得求着眼泪。台白今天跟他对阵的这位歌手可是非常之老道，来吧，一起有请下一位。台白小兄弟啊，我会用我最好的状态跟他一起进步。窗门一幅幅一阵阵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特别想听听舒楠老师怎么说，因为在作者面前唱他的歌曲是需要勇气的。来，舒楠老师，我觉得你胆子好大，敢唱这首歌。这首歌被誉为男高音的杀手，所以面对才白这样强劲的歌手，你依然把自己发挥得气贯长虹，我觉得挺好。我感觉啊，听他唱歌就知道你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人，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林军，我是一个生活在南方湾区的一个蒙古人来的。哦。然后我是深漂北漂，我的大儿子出生呢是在我唱歌的路上他出生了。我当时就决定我绝对不这么流浪的唱了，我必须对这个孩子负责。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收入，后来我就投资啊，然后什么也做，
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我的歌唱事业上。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务正业，我内心是很想唱的。我希望我在星光大道的这个舞台上绽放一下。来吧，有请彩排。请投票。差距，但是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各位老师的试票非常关键。姚红老师先投吧，我来吧。对于你们俩，我是真是哪个不上来我都心疼，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天只能选一个。哎呀，怎么办呢？姚红老师选择的是我为你的歌声感动，林君。OK， 彩排出生之赌，林君沙场老将，各有特色。那我的选择是，鼓励一下，您觉得是谁？我想听彩排再唱一首。我在等待的那一刻，说实话，我觉得我肯定会赢，因为我觉得我把我所有的想要说的话、唱的歌都唱出来了。鼓励一下回到舞台的林君，林君加油。还有30票，没有机会了。我又终结了吗？是，我是魔鬼终结者。是。黄国伦老师把这一票投给了林君的这一瞬间，我们也无法再力挽狂澜了。大局已定，顺利晋级的是我们的林君，恭喜林君！彩排加油！我今年40多岁了，一直没有什么名堂，轮都该轮到我了。太猛了，没有事儿，欢迎加入我们。好，我们又多了一员得力干将。太牛了！林君哥哥发挥的真的非常好，我输给林君哥哥，我心里不开心啊，那种没有什么不服的。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星光大道甄选品牌由奥克玛丰冷无双冷柜特别支持，奥克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我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来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我很自信。10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终于能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爱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我觉得他嗓子哑不影响他唱这些歌，好像更好听，特有味儿。他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
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城市的烟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有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等到了站下了车，一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他呢，让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真好听啊，谢谢。大家好，我叫张良，是二月份的月冠军，来自于黑龙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那个平时呢喜欢运动啊啊什么？再说一遍，你在说假话。我真的喜欢运动。那你告诉我，你的肉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太爱吃了，越运动越能吃。你刚才唱歌的时候，你这件白衣服，要不是你胸口的熊猫，我以为你是厨子。好吧。请大家记住张良的表现，独特的声线，独特的嗓音，为我们带来每一个人心头的那些酸痛和幸福。张良的对手很强劲，是，我觉得有的一拼，拭目以待。有请吕晋下一位。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胜算比较大吧。长吁一口气，太紧张了。
做自我介绍吧，来。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月冠军吕静，我是一名民航飞行员，现在也在执行飞行任务吗？这次特意请了扣钱的试驾过来的。所以你就打定主意要抵到最后一场是吗？对，一定要留到最后一场。哎，我觉得你在飞机上常常有机长广播，你的机长广播我会想听，你讲一段好不好？来。好，没问题。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乘坐星光航空由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本次航班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5分钟，在此我敬代表机长尼格买提和乘务长朱迅，感谢您选乘星光航空公司的班机。真好听啊。等一下，作为机长我都没说话，谁让你把我的对讲机抢走的？把张良再次请回舞台。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支持张良按红键，支持吕静按蓝键。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好了，闲言少叙，马上看张良和吕静两位的分数情况，请看。啊！天哪！哎！天哪！就完全戏剧了，这个对，太戏剧了。两位自己来看吧。想不到，我当时是懵的状态，我在想为什么会差这么多。任何结果都是可接受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实话啊，你们俩没有这么大的差距，没有。我一直以为我才是终结者，原来你们才是。我们再说什么也弥补不了吕静现在受伤的小心脏。没有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下一场。好，要的就是这句话。那我们就恭喜张良成功晋级。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对决了，有请下一位。多一个上台的机会，多一个展示的机会，努力吧。煞有突情，神鬼气，粉身碎骨化红泥，英雄豪气传千古，壮美人生一面旗。谁说已经离我们远去，你的床铺依然整洁如洗，谁说记忆被刷得了无痕迹，每天都喊你的名字，立正稍息，这就是你董存瑞，是男儿就该顶天立地，谁能有你的胆魄和豪气，英雄时刻毫不迟疑，这就是你董存瑞，是男儿就该惊天动地，你站成了一座不倒的丰碑，你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心里。欢迎首战大叔。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我还是选择了朗诵，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喜欢我的声音。要是一直朗诵下去，可能大家会记住我，请大家喜欢我，支持我。我从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我都觉得他特别像我们的一个同事。谁？朱广权，让人印象深刻。朱广权老师说，不再乱穿衣，目标很清晰，秋裤配毛衣，度过降温期。哇，真像。那个说到这个朱广权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每年看春晚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主持人喊台一开场的时候哈，哎呀，主持完春正一走，特别帅气。我就幻想有一天是不是我也能站在那个舞台上喊一下。我们帮你伴舞。啊，那我就把你交给朱广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回大地百花艳，节制人间万象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又一次如约而至。暖暖的年夜饭，浓浓的家国情，就让我们华夏儿女共同享受这个新春团圆之夜吧。谢谢守山大叔。那接下来你的对手就要上场了，用你主持春晚的镜头来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有请蛋糕姐。第一轮我可能要被他逼下去了。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界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在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天一早，喂，我猜阳光会好，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哦，穿新衣吧，真心发型啊，轻松一下，奔到酒吧，打扮漂亮，吃饭随时点头，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哦，穿新衣吧，真心发型啊，轻松一下，奔到酒吧，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嘞，大家好，我是蛋糕姐姐，然后我是来自广州的新疆人。其实我是一个倒闭蛋糕店的老板。你现在没有人呼唤你，让你把这蛋糕店开起来吗？有是有，但我现在更钟情于唱歌了吧，我准备改行了。就是好吧，守山大叔请再次回到我们。那我们的投票通道开启，打破我们的前排魔咒，完达山决胜时刻，投票通道关闭。来吧，两位请转身看结果。守山大叔两票领先，你不让我们怎么办？必须要做出决定。我先打吧，好吧。天哪。守山大叔，蛋糕姐姐啊，唱歌宝贵是什么？回到音乐跟初心里面唱歌。
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我投蛋糕姐姐一票。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选了。听从内心，守山大叔。好，把得罪人事交给他们俩。我来先选吧。守山大叔，声音朗诵是您的特点，您把它一道路走到黑，给我的期待值有点少。我主张留下未来可塑性可能更大的蛋糕姐姐。难题正式交给朱迅。哎，这个有意思了啊！你们猜猜猜猜，大叔，蛋糕。抽签的时候，当蛋糕姐姐抽到了守山大叔那一刻，我心里想着，蛋糕姐姐你赢定了。我觉得是蛋糕了。蛋糕，蛋糕。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事情啊，做到极致，它就是有力量。嗯。迅姐应该会投给大叔。这一轮。稍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朋友们，到了如此紧张刺激的时刻，我怎么能不说？本节目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史丹利复合肥，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那就让我们都冷静一下，星光大道甄选品牌奥克玛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奥克玛风冷无双冷柜，让冷柜进入无双保鲜时代。这一轮我选择。守山成功。我觉得守山大叔他今天能胜出，主要就是他发挥稳定。他只要稳定发挥，那我肯定是要准备第二场的。我都觉得我现在一路走到这会儿，我很知足了，已经。嗯，星光大道已经给我太多的东西了。欢迎各位选手再次回到舞台。晋级选手在守山大叔那一侧，待定选手在蛋糕姐姐这一侧。好的，首先我们用掌声恭喜我们顺利晋级的六位选手，祝贺你们。第二轮六位选手面对的是围攻战，所有不服你们的星光大道本年度的选手都可以来挑战你们。来吧，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为彼此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加油！再见。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无比忽略，爱是最初最美生活。每次当我走过咖啡屋，我总是慢下了脚步。Le gâteau, ça je conçois, que tiens, 我爱祖国的蓝天。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这样的选手唱成这样，他还是待定的。没有一个挑战者能够翻盘的话，那他们坐在那儿干嘛？我觉得你一直很顺，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你要反省。